我刚才那一瞬间啊，我感受了龙丹妮女士的快乐。你感受不到，我跟你说。抓哪儿啊？这个东西，你抓他背。哎呀哎呀，他动，他动，他肯定会动的嘛。他能不能不动啊？撒手，快快快快！啊，好配。我就吃五只，我就刷五只，我就吃一只，我就刷。那我就吃一只。我感觉他非常享受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跟他性格有关系。这个太倔强了，这个他一看就是肌肉发达那种类型。哎，你不服了是吧？你看，哎，你还跳，哎。但这个他的性格真是金牛座吧？就怎么两只抱一起了呢？这怎么？这就是死也要拖一个垫背的。你能不能打开自己？你就给他。你现在没有释放自己啊，兄弟。做瞎对上表演课，你还是得打开自己。有专门干这个的人吧？他叫啥呢？刷瞎工啊，洗白师。好像小的时候，我妈给我洗脸的时候，咔咔，她说：“你看你这一脸，你就葫芦是吧？你这一脸村的，这给我洗。”拿刷子？对，那倒没有。发现没有？刷完之后，你看我这些，它都不动了，也都蔫了，蔫了，哎，舒服了，哎，那没有可能是刷的半死不活了，应该是。放弃抵抗了，对，哎，像不像前几年咱们在娱乐圈的那个状态？累了，算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对，再洗一下就好了。唯一一个戴了手套的人。戴着手套呢？哦，别取啊！什么？谁在？啊，谁戴手套？谁在洗？那我洗，你来炸嘛。我洗，我洗，我洗哥，我洗，我洗。你自己说要炸了，你自己说炸，你自己说要炸了。我洗，我洗，哥，我洗。你平时会做饭吗？我完全不做饭。远哥平时做饭吗？我一点都不做。那你俩嘚嘚嗖嗖的，俩不做饭的人，整吃些小龙虾干啥来呀？哎呀呀！也就现查菜谱。他有一个那个空气炸锅，那个弄梨的那个，最后加了一句"是人就能成"。做过吗？成了，我上一次是成的，那确实是人就能成。哎呀，你希望歌红还是人红？当然希望是歌红了，歌红人才能慢慢红起来。也习惯了什么歌红人不红，是，但我觉得挺好的。就是你有不凡的作品，你也有平凡的权利，是吧？对，生活还方便了，你大街上没人认识你，贼方便，然后你工作也能找到，就挺好的。别说歌红人不红，但是歌不红人也不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找工作才是最难的。你怎么找工作呀？推荐，全靠推荐。你自己去推呀？你看，这是我的公众号，我在我公众号里面做了一个我的简历。我们每过两个月，它自动更新一下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加了一个制片人或者什么那些老大，我一般加了别人微信，接过去就是一个 PDF， 所以我发现那个 PDF 会过期，它如果没打开的话。哥，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，那个是你写的。对啊，我早期作品代表作之一。哇。公众号它是实时更新的，你下次再打开还是新的。就当年就靠推嘛，就发朋友圈，就一直就比如说我今天录了毛血旺，然后就发个朋友圈，让别的节目组导演看到我可以，哎，咱们在这个生活类的节目里面出现。等快播的时候要播了，我再发几张我自己在这儿预热的，就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个梨汤是吧？待会儿那个梨汤我得拍个照片，我说你看那天我做了个梨汤。节目播了之后自己录屏录卡段，疯狂发，连发三四天。总有人看到说这哥们能做点这些事儿，就能再请我去。早年的活都是这么拉来的。我感觉他的性格里是有这种往前冲一冲，就很多事儿要主动一点。你就像就说我的代表作吧，《雪落下的声音》，我当时认识于老师，我咋认识的？我们公司有一个酒会，我看到于老师，我就上去说：“我说你好，我是当年参加过《快乐男声》，然后还会写点歌，之前还有点代表作，这是我的简历。”您要不要我加你一个微信给你发过去，他看完之后，哎，可以啊，写过这么多歌，还有听过的，最后就开始找我写歌，写着写着就碰到一个属于自己的。然后其实好多事儿你不推自己一把，没人推你那一把。那我现在你看我也敢吃碳水了。确实是厉害，有活了吗？你敢吃碳水确实是厉害，但就是我怎么问呢这个问题？你可以直接问。我在想措辞。就是因为大家那一批五十一级很多男孩子出来嘛，你比如说我自己现在过得不好，他可能过得很好，你会刻意回避掉跟他的那个。就是我的感触应该是最深的，因为我当时我的 title 不是叫快乐男07快乐男生全国13强第13名嘛，但我比较幸运的是什么？这帮哥们儿真是发小啊，就每个人帮你的方法都是伸把手。
我最难的时候，魏晨直接拿着现金，说你别着急还，改天呢，我想办法让你还给我。我说你咋想办法让我还给你？大哥直接给我接了个商演打包的。然后我发唱片的时候，当然卖不出去，杰哥张杰，他买了一箱专辑，这事我还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听那个宣传部的同事，那就是杰哥做的，还有生哥。我最不好的时候，我做电台，他来了，生哥来了，艾伦来了。你说的那个自卑的状态肯定是有。艾伦为了把我蹬出去跟大家见面，自己拿着吃的拿着喝的过来看看你啊，啪往地上一扔，这东西这两天吃，大家跟出去大家聚聚。然后这就还有个心灵大师呢，我陪着他，说你别不好意思见大家，大家是不待见你还是不见你啊？你别把一些善意往外推，万一有什么工作，大家相互带着点。其实我就是带着带着，这几年就慢慢的就哎好起来了。哎哎，你比较幸运吧？我祝大家友谊长存。哎，友谊长存，前程似锦，不凡此生。老天爷都感动了，真的，你看，哇哇哭啊！对啊。哎，那唱首歌，咱们祝福祝福大家。对，我看着雪婷。啊，你看我不看你不合适吧？没事，你可以看我也可以不用看。你要觉得感动了就看看我，好吧？如果觉得实在感动不行了，然后你就别看我。OK。还有前奏，他很严谨。有生之年，愿你没有遗憾，有生之年愿你笑容灿烂，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勇敢，愿你平安，愿你没有苦难，活得简单，愿你因为爱情遇到最想要的人，富甲一方不再被现实所困，愿你前程似锦，不凡此生，愿你千杯不醉，总会有良人相伴，独具慧眼看透这变幻人间，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。他就唱着你唱，我真的不敢看他。你看他呀，你上哪儿找没事儿去？那这样行，那你这样，你来个这个版本的《有生之年》，你看雪晶能不能看你？有生之年 ，one two， 有生之年，愿你没有遗憾，啊、也不行吗？没有遗憾，有生之年。愿你笑容灿烂，愿你笑容灿烂，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勇敢，愿你平安，愿你没有苦难，没有苦难，活得简单，发财。愿你因为爱情遇到最想要的人，富甲一方不再为现实所困，愿你前程似锦，不凡此生，愿你千杯不醉，总会有良人相伴，独具慧眼看透这变幻人间，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。我把那一段唱给他。愿你累了倦了，有人会为你分担，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，愿你长路漫漫，得偿所愿，愿这世间烦恼从此都与你无关，遇到的事全部都得你心欢，愿你心一半，爱一半。谢谢。你知道我刚才那一瞬间啊，我感受了龙丹妮女士的快乐。你感受不到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能有他那么快乐。boy 不止这三个，感受不到。但是我突然间明白了，他在那享受是什么。